4月1日，陈小春在社交网站晒出儿子 Jasper 画作，并配文道：“给你的心。”照片中一圈不规则的粉色图形包围着一个大大的爱心，惹眼的是那颗大大的心形画得非常的标准，和周围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对此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中间的那颗心是 Jasper 画的，还是陈小春画的？”火速围观 Jasper， 这是个人人都想要的呆软萌儿子。Jasper 说：“我只是随便画一画，你也别当真。” Jasper 简直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、很有创新的小画家。非凡娱乐整理八道。